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火指挥科伫咧日前接到民众报案，讲伫咧新兴路含公差路的路口发生着车祸，而且车辆有倒毁这个情形。嘉义市消防局是马上派遣着第二大队东区分队的救火人车前往救援。救援人员到场之后，发现汽车弄伫路边围栏，现场零件也散落一地。救援人员前往查看，并无发现驾驶伫车内。伫经过救援人员找寻之后，发现48岁酷盛车主倒伫车辆附近，而且身体侪处擦伤。伫救援人员进行评估之后，随即送往病院治疗。该一种伤较好民众，暗时车流量少，未少路口闪红灯、红灯号志。你驾驶看到红灯要减速通过，红灯应该先停落来才通过，千万唔通因为暗时车辆少加速通过，以免发生交通意外，危害自身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调频台记者蔡凤报道。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，首先进入游戏场，一定要先看看我们的告示牌哦。穿梭迷宫，小朋友在里面体验的时候，可以训练自己的空间感哦。地板游戏区，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区域来体验不同的触觉，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质哦。转转乐，想要来点刺激感吗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转转乐，还有跷跷板，一起体验这个设施哦。音乐演奏区，可以透过敲击、拍打，还有旋转，一起来聆听不同的音乐声哦。平衡挑战区，这个部分有平衡木，还有跳桩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训练你自己的平衡感哦。爬爬方格区，想要知道自己移动有多灵敏吗？就来这边体验看看吧。花中彩绘区，这边有一整圈的黑板，可以让你尽情的画画哦。玩累了吗？我们还有安静小屋，可以让你在这里休息哟。我们的休憩区还有不同的光影变化哦。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，12感官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哦。透过公园里面这些设施，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感觉处理，提升自己感觉统合的能力哦。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，一起来体验吧。